觉得受打击，这人有的时候还真的是，你下不了地狱啊，你就上不了天堂，因为他们都是被宠大的，真是，爸爸妈妈宠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宠，对吧？然后学校老师现在也得宠，因为学校老师不敢训，现在啊，是吧？规定训了你，训了一头素，你别干活儿，所以他们是被宠大的，就这一代的年轻人和、比如说咱们这个年龄的、或者跟更老一辈的相比，是什么地方差点吗？或者必然在什么地方还比咱们强点？他们比咱们强，不要拿我们现在跟他们比，要拿我们同龄的时候跟他们比。哎呀，那时候我就是傻子，我觉得。明白了吧？对。可是人家现在不是傻子，一个个精着呢。我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的信息量比我们大很多。对对。我们现在是用经验，是用人生阅历来看待他们，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行。但是你把他放平视线，你跟他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其实比你强很多。